请问一下，这里是杨家吧？是啊，你谁啊？啊，我叫魏大景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不是杨哥吗？刚才去空军队说是请人吃饭，我就来了。那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这事儿还真和我有点关系。啊，你叫魏大景？哎，那你在打井队干什么呢？我是工程队副队长。哦，你是副队长？哎，副队长也来我家吃饭？说心里话，我早啊就欢迎你们打井队到我们饭店来。哎呀，是我把人名给听错了，这个魏大景听成李水泉了？不会吧？这我怎么说你好啊？一百来岁，干点什么事儿也不把握，不怪村里人管你叫小广播，你家里家会乱广播。你先给杨洋打电话，我去找他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打井队啊，给我们老百姓造福来了。啊，既然来的都是客，请。哎，以后啊，你们打井队多光临我们饭店啊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坐。服务员，来，珊瑚茶。叔，你就别忙活了，随便来点就行了。没事没事，来的都是客嘛。你看，你妈没说错吧？你说的是李水泉，不是魏大景吧？就是嘛，我说过。来来来来，杨洋，快，你爸来了，跟你说啊。可是你喜子哥去了，人家李水泉说跟你根本没啥关系，反倒冲上了个魏大景，就在咱家外边坐着呢。你说这顿饭我们是请他吃还是不请他吃啊？那好吧，那行。怎么说啊？啊，杨洋说魏大景吧是李水泉的哥们儿，这顿饭我们就先请他吃吧。那你快去吧。啊，新亮啊，你把那网子的上面都给他折回来干什么呀？妈啊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些螃蟹啊，要不就从下面盗洞跑了，要不这些螃蟹就从网箱上面跑了。那么老高，他能跑出去吗？妈，一听你这话，你是真不明白。我在养螃蟹之前呀，就跟那些渔民问了啊，他们有经验告诉我说，这些大闸蟹呀，都会叠罗汉，这罗汉叠得可高呢，上面的螃蟹全都跑出来，一旦跑出来之后，就成螃蟹道了，底下的螃蟹全都跟着往上爬，一旦就成了螃蟹道之后啊，这些螃蟹全跑了。要你这么说，那螃蟹可真有本事啊。阿姨啊，要想让螃蟹爬不出来，第一个办法就是把这网箱顶上折回来，就形成了一个斜坡，这样的话螃蟹爬到这儿它就害怕，害怕它又掉回水里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把这网箱旁边都缝上塑料布，塑料布滑，螃蟹它就爬不上来。行啊，缝塑料布这活我也能干。妈，您可别下水了，啊，这水啊凉，你再犯了关节病。阿姨，帮我把那个，你干嘛呀？也下去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可别下去了啊，脱了吧脱了。你不用下去了，就让他一个人就行了。没事，阿姨，我没那么娇气。楠楠，来下来。哎哎，行行行行了，阿姨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。
爹啊，不是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村上来了砖，我打算就歇这儿了。啊，爹，你把砖卸这儿了，那六合叔家怎么走啊？把道儿都堵上了。我堵的就是他朱六合。以前两家关系不错的时候，我打算盖房子，我再往东盖点，我给他腾出这条道来。他现在不是给我较劲儿吗？行，较劲儿。哎，我就把砖卸在这儿了。地是咱家的地，我不想让他走，他就不能走。爹呀，你咋跟小孩似的呢？啊，总较什么劲呢？把砖往这边卸去吧，啊，别把人道堵上了。行行行，这没你事，干嘛干嘛去。哟，妈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来叫爸爸。知道。爸爸。哎。爸，那我二秀呢？在里屋呢。哦，我去一下。你回来了。顺顺啊，你才回来，别再跟他闹了啊！老是生气对身体也不好啊。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也不会和他吵，不会和他闹了。我这次回来啊，就是想和他谈谈离婚的事儿。你们能不能过下去啊？妈不插嘴，妈不能鼓捣你们离婚，是吧？你们自己的事儿呢，自己定。你要是觉得能够过下去啊，妈也就能够将就着过下去。哎，妈年岁大了，你千万不能因为妈跟他离婚啊，那不值得。妈，我和他要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看能不能跟他把手续办了，要是能办了，就赶紧办。玩笑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把离婚手续办了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去办合适啊？你刚回来还没吃饭呢，怎么说我也得给你做顿饭去。就算离婚了，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。哦，这饭呢你就不用做了，反正我也不饿。这么着吧，咱们还是到村里去把这条信开了，然后去镇上把这手续给办了啊。捆绑不成夫妻，你要离婚我也没意见，只是咱们两个也别太着急了，有些事儿啊咱们还得好好说说，等事情都解决了再办手续也不迟。村里给我的赔偿款我都领了，你们要拉砖就给我拉吧，我地儿都选好了。行，那我安排人把砖给你送去。行，那我在家等着。好嘞。哎，
哈，那个我家房东头那块属于村里批给我那块宅基地，没变化吧？没变化呀，那都是通过镇上批的，不会变的。啊，那我说占，那我可就占了。可以呀，可以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好嘞，哎，我走了啊。好。哎，青草。小梅，你怎么又来村了？走村串户是我们的工作呀。今天我到你们村来了，就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啊，你旁边那棚扣的是黄瓜，然后这棚扣的是青椒。对啊，俩棚。看来以后我还得常来看看呢。啊，你可别来了，你上回来一趟都给我惹祸了。惹祸？啊，我能给你惹什么祸呀？你上回来的时候不是让我爸看见了吗？他就以为咱俩好上了呢，然后告诉我妈了。后来我大爷知道了，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。呀，来了啊！你们唠啊！哎，爸，你等一会儿，我给你正式介绍啊，他是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王小梅，是来帮我忙的。王小梅，啊，哎呀，闺女啊，我问一下啊，你爸爸是不是在咱们镇上当副镇长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听说的。哎呀，这就对了。你们唠，仙桃，你们唠啊，我走了啊，你慢走。去吧，回去啊，你送我干什么？钱来了啊，叔，我今天又带饭来了，咱好好吃一顿。哎呀，三下，你真懂事，你看，来，进屋。好，进屋。那个双全，别干了，快进屋吃饭。哎，来，我来。哎，我来，叔，没事。别提，我来。哎呀，彩霞，你看又折腾一次。哎呀，咋又做鱼了？啊。今天这个鱼可好了，是正儿八经的驼湖鲤鱼。哎，爹，你好。啊，我说，拿点酒来。哎，好嘞。叔啊，今天啊，您就踏踏实实吃这顿饭吧。我过来，我爹不知道。哦，是啊。哎，爹，喝哪个今天？哦，这个。这个啊，好嘞。香吗？我做的真香，不吃糟践了。哎呀，不吃糟践了。那个，双全，给爹擦擦筷子。哎，好嘞。双全，你别动啊，我带纸了，干净。我说这两个都擦干净了。好嘞，都擦。爹，今天有进步啊，都知道擦筷子。你看，你肯定把你爹看扁了不是？你爹啊就不进步了。来，爹，喝一个。哎，嘿，你俩啊，你来点儿。啊。小孩在家不喝酒。哎呀。哎，叔，您要是不敢吃鱼，您就多吃点这个吧。别，糟践，咱不糟践东西哈。
这就没刺儿了。小心点。嗯，你做的？我做的。好，好吃。多吃点您。哎，爹。不，我吃鱼，吃鱼。本阳要回来吧。这要是错了呢，也没什么，都年轻人，当处个朋友呗。别喝了，你看看啊，今天中午咱们家根本就没上人，对门的人倒是满满的。是吗？一会儿我过去看看。师傅，你要有事儿的话，你忙去吧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来哎，洋洋回来了，慢点慢点。洋洋洋洋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啊！咱们家这边都乱套了。洋洋，洋洋哥，哎，回来了啊！那个一会儿你回镇上吗？回啊！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干嘛？不是跟我说，给哥。那什么吗？啊，行，定了啊，一会儿走的时候叫我啊。好好。洋洋，哎，大景哥，你先别吃了，你跟我出来一趟吧。哎。叔。我先出去一下，去吧。哎，啊，别看了啊。那正好，我上对面去一趟。哎，上回去说借油，这回说什么？我这回去要书。水源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早就跟彩虹好上了。你说你去工地吧，还非得给人家洗床单，结果怎么样？彩虹都跟他急了，生气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要不相信我，我可以发誓啊！我发誓，我魏大景。算了算了，你走吧。既然是这样，工地我也没必要去了。别呀，洋洋，不能不去啊。那李水泉不喜欢你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喜欢你。真的。我真喜欢你。看你傻样。我傻吗？啤酒来了，呀，刘叔来了啊！彩虹啊，来喝。怎么的，刘叔，家里又没油了？哎呀，这回你刘叔来啊，可不是借油来了。上回啊，彩霞在喜子哥那儿，拿了两本书，你喜子哥想看。完了，让我过来取。啊，那个书在厨房放着呢，我去给你拿去。哎，好好好，你等会儿啊。不急啊，
来，小朋友，来，宝贝，来，吃菜来，吃这个来，来，都来了，啊，你好，坐下来，喝两个，来，不喝不喝，喝点吧，哎，你喝吧，来，哎呦，兄弟。 怎么这两天净在这儿吃鱼了？不到我家那边了，一样的驼湖鱼菜。瞧人家这鱼，这才正宗驼湖鱼，你们家哪弄的鱼？哎呀，驼湖鱼。兄弟啊，我以前叫一个卖鱼的给糊弄了，不是驼湖鱼，他就说是驼湖鱼。现在我不在他那儿进鱼了，我们家到驼湖往回驮鱼，明天你带弟兄们。 到我那儿吃鱼，吃出差味来，你就别管我叫大哥，行吗？来，这，哎呀，刘叔是这两本书不？啊，应该没问题。那个替我和彩霞谢谢喜子哥啊。好好，以后想看再找你喜子哥去取啊。好嘞，好。好，那刘叔慢走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哎呀。 还没挂上，你看看挂这多好看呀！是吧？嗯，这个。哎，你好。我来，你去搬箱子。嗯，那个小桶别扔了，能装筷子。 知道了。今天我可知道他是谁了。谁呀？你还记不记得，上回有个人找过我，说是要把咱们镇上一个副镇长的闺女介绍给咱家新娘。你有这事啊？那个闺女就是王小梅。是吗？啊！真没想到，这家这个臭小子。 他嘴上说是一个公司，看是八个不去干，没想到人家两个背后一定好上了都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一个人呐。那可不，一个人。石大哥，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哎，这是啊，他是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王小梅，啊，这位表妹彩虹。你好，你好，坐吧。哎，坐坐坐。倒点水去。哎，好嘞。哎。 李春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！哎，你看什么呀？王小梅来了，麻烦了。来，喝点水。啊。你没吃饭吧？他没了。吃点什么呀？我妈不在后厨呢吗？啊。那随便做俩菜就行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喝点水啊。谢谢。忙去吧。哎。哎，那个，换盘子，快快快！ 你们来吃饭来了，妈，这是小梅，小梅，这我妈。啊，你好，婶儿。哎，坐坐坐坐。哎，小梅，这名儿真好听。菜这么快就做好了？这是那桌的。哎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去。嗯，随便做点就行了。你，肯定是硬菜呀。啊，硬菜我拿手，你等着，一会儿就好。快点啊！你妈人挺热情啊。我妈呀，就这性格。哎，来。 江哥，你把人招呼好了啊！啊，你坐着啊。你忙去吧。哎，哎呀，你在这儿看干嘛呀？大大看呗！你想做贼是吧？我能出去吗？这啥时候呢？人家王小梅呀，都知道我不在饭店干活。你说我现在出去让她看见了，她肯定会以为我是特意来给你报信儿，那成什么事儿了？拿了鸡蛋。哎呀，你个德行！ 在公公面前，你吹胡瞪眼，能那劲儿哪去了？这怎么看儿子对象来了，怎么像老鼠见猫似的？啊！你这话你说的，我怕什么呀？我是不想让王小梅误会，别好像新郎的爹妈都像没文化似的，我不得把孩子好事给搅了。哎呀，你去包住。哎哎，哎，这么说。
儿子对象的事儿你同意了？那当然。哎，你说哈，人家是要家庭背景有家庭背景，要工作有工作，嗯，是不是？要长相呢就更甭说了，是不是？打鸡蛋。哎，你看着点呀，你又没看见你来。洋洋回镇子上去了，走的时候啊情绪不高，八成是和李水泉的事儿出岔子。妈，儿子，喜子啊，你不是要跟洋洋一起去吗？我还合计找他呢，说好一块回去的，他自己骑摩托先跑了。你把书拿来。不是，你咋要回来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没有我的批准你不许借啊。一个破书，你喜子和楠楠没成，洋洋和李水泉还出岔了，饭店也没人吃饭。哎呀，怎么都赶一起了。老头子呀，别愁了啊，就得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小妹，来多吃点啊。别推了，够得着。这都跑一上午了，饿了吧？八姨啊，快鱼豆腐汤。啊，鱼豆腐汤，来来来，你把这给我刷了。哎，好。老布给我，我来。哎，对，彩虹啊，怎么样？俩人吃上了？挺好的。你看他们俩乐呵不？挺乐呵的。行，这臭小子。你说你这忙的，你得干啥去？行吧，要不害你事了吧？你起来。哎呀，阿姨刷子呢，刷子呢，刷刷刷。那哎呀，别扔那！哎呀，真是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冒进来？哎呀，好像我愿意在这待似的。我都这么半年没出去了，我现在能出去吗？你这还走不了了。啊，回去吧，别送了。过两天我还来呢。啊，我看你们家地里的菜有点长虫子了，我到时候把药给你带过来。行，你说像我们这些种地种菜的人，还真离不开你们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帮助啊。要是你能多来几趟的话，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。那没问题啊。我先回去吧，别送了。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再往前送送你。走吧。心疼啊，我都打听了，你还没处对象呢。家里的事儿刚刚才有个起色，我还没考虑这些。那你将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呀？说说看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什么忙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一天到晚就想着种地种菜的事儿，这些事儿还没想好呢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处对象的事儿呢，想多了想早了都不对，但是要是到了该想的时候不想也不对。你问我想找什么样的，我还没太想好。你说想找一个你这样的吧，我还高攀不上。找别的女孩呢，我也没怎么接触过呀。要不然你给我介绍一个怎么样？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，我也就是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，别把我想得太好。不是我把你想得好，是你本身条件就比我强。你说你是镇上的干部，你爸又是副镇长，那以后就算找对象也找不到我身上来啊。那镇上的小伙儿不比我强多了？心疼，你也别净说那些气馁的话。咱们新一代的农民们也很了不起，就咱们镇上就出了不少的致富状元呢。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干出个名堂来的，就像你当年打篮球那样，打得那么出色，那么带劲儿。但愿这样吧。
听听。我说啊，哥几个，把这砖都给我卸在这儿。这砖卸在这好吗？这不把自己家的路给堵了吗？这是我家的宅基地，我要在这盖房子。他家从那走，我管不着。来，卸车。那好吧，那咱们就卸吧。来，好，卸。来，卸车去。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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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卸。二兄，既然你同意和我离婚了，那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去把手续办了吧。我嫁到你们家来，咱们两个也是正式登记结婚的夫妻，就是离婚咱们也得把财产分明白。行，看，你没到我们家来之前，这房子还有这所有的东西我都置办过了。这墙上呢没有你一块砖，这屋顶上啊也没有你的一片瓦，这都是我的分钱财产。我嫁到你们老孙家门，就是你们老孙家的人，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走吧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也没想要你这房子，就是要了你们也没地方住，让乡亲邻里看了好像我武二秀多不近人情似的。你干脆给我点钱算了。那你要多少钱？你看着给呗。武二秀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手里啊一共只有20000多块钱，要不就都给你吧，行吗？那钱呢？哦，哦，这钱啊都在卡里，你拿去吧。哦，对了，这卡啊是以你的名义存的。密码呢？哦，这密码啊是你的生日。行，那我明天就到银行去查查这钱去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我看咱们先到村子里把介绍信开了，然后我们去支任上，等你去银行把这笔钱查清了，
咱们就去办离婚手续，怎么样？你也先别着急，我今天就去查这钱。晚上我就在胖丫那儿不回来了。明天你带上介绍信，到鼓楼下面去找我，我在那儿等你。希儿，你可不能蒙我。你到那儿去找我吧，我肯定在那儿等你。怎么卸这儿来啊？哎，谁家的砖呢？怎么卸这儿来了？把我家道都给挡上了。谁家的砖？我家的砖。我说伙计工，这你家的砖呢？不，你家的砖就卸在道上啊？我们家进出怎么走啊？啊？你可能还不清楚啊，这是我家的宅基地。以前没盖房子前，咱们老邻居居的住着。你在这儿走也是走了，现在不行了，我得给我儿子盖房子。你们家，绕着，从那边绕着走。伙计工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啊？你这不明摆着跟我过不去吗？不就是因为我不同意我家彩霞和你家双全的婚事吗？啊，你这故意找茬啊你啊！哎，咱别废话啊，赶紧的给我清出来。刘和，刚才我说的话你可能没听清楚啊。怎么样？这是镇上和村上批给我家的宅基地，你看哈，我家的地，我家的砖，我不想往那儿卸，往哪儿卸？今天我哪儿也不歇，就歇这儿了。有意见是吧？找村上去，找镇上去，找去。伙计工啊，你还别跟我较劲。你再怎么较劲，我也不同意我家彩霞跟你家双全处对象，啊？你就干这些造坑打井、方顶八门的绝活事儿吧。我看你能损到哪一天。刘和，不骂人，咱不骂人，不骂人。我骂你，我骂你是轻的，你自己看看啊！你看你干的这个缺德事儿，有他妈这么干的吗？我叫你大路小路走不通，娘子啊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呸，青山淡笑颜。哥，啊，这么晚怎么来了？你快去看看去，这伙计工也太不像话了。怎么了？就因为我不同意彩霞跟他们家双全搞对象，他就拉了一车砖把我们家道给堵上了。那条道我们家走了多少年了啊，往地里拉粪，往家里拉东西，每天进进出出都得走那条道，你说他给我堵上我受得了吗？我他们家拉砖盖房子这事儿我知道，村里和镇上也确实给他批了这块宅基地，批地的时候并且也同意把那道给你留着。那以前你们两家关系好啊，所以他同意盖房子的时候往东边串几米把道给你留出来。现在你们两家闹了，你看他不但盖房子，他还要围院子，这一围院子他不就把那道给占了吗？哥呀，
要这样的话，那可就对不起啊。你是咱们村里的一把手，是不是？你必须主持这个公道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把我们家道堵上就是不行。村上要是能解决，咱就村上解决。村上要解决不了，我明天就去镇上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你们俩都在火头上，咱把事儿先压一压，听听再说好吗？村里肯定要想办法帮你们解决，你也不要动不动就到镇上去，到镇上去。我哥，你别怪我，是不是？你说咱哥俩什么关系？我真不想跟你添乱，可那火鸡公他也太霸道了吧？他都是乡里乡亲的住的，干嘛呀？有了事儿，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，事儿就好解决。不要有点事儿就火冒三丈的发脾气。回头我见了他呀，我在做的工作，说说他。你先回去。啊？先回去。行。我可听你信儿啊。先回去吧。咱天地呀，暖了咱心窝。